我说说手比耶耶，哎，你只有一手，那我来，好，我帮你。好嘞，我说原地托马斯全旋360度。那是啥呀？那是啥呀？哦哦哦哦，哎，这种可以，这种可以。哇，那是啥呀？你刚刚吃在吃的东西来个托马斯，我叫笑死了。我说跳五十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这么唬人吗？我说坐下。啥意思？跪下。我说坐下。愿赌服输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沙老师丢个指令吧。我说闻自己的腋下。谁爱闻谁闻。嗯，好香。嗯。爱看爱看多了。爱看多了，来。我说跟旁边的人拥抱一下。还得是我呀！我说公主抱旁边的人。啊！啊！这个头已经快断了。这边不像公主抱，这边像断头台，好吗？喂，为什么要比时间啊？这比什么啊？我说谁先拖地谁输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这……哎，哎，这小孩怎么这么坏呢？你小孩下来。我现在已经有点想赢了，莫名其妙的。我说把椅子举到头上，放下来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上去，上去！哎，我们的优胜者是大奔呢。谢谢大家。耶！快来来来！我就开一杆，来来来，快来来来。我先打一个啊，打完我也来一个。哇！哎，你们回来，还没结束。啊！你在玩什么游戏啊？我没在玩游戏，这是青年派计划的拍了个派电子节拍器。你一边看节目的时候，一边点击屏幕右下角的拍派按钮，给你喜欢的三位选手拍派，获得你的独家物料。那你不赶快给我拍一下？那你试一下喽。打开淘宝搜派盲盒，点赞青年派计划舞台，解锁派盲盒福利。我们接下来有下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定时炸弹。定时炸弹游戏规则：主持人设置好倒计时，派人相继接过炸弹作答并提问，倒计时结束时持炸弹者受罚。啊。